您别说这个，姚老师，您告诉我怎么着能减肥吧？怎么？根据你这个懒惰的程度，哦，你这个饮食习惯，嗯，总结出三个字。哪三个？动起来。哦，动起来。怎么动啊？就是找一冰箱啊，把你推进去，我把冰箱门关上。冷冻，啊？不是运动的动吗？你应该找个科学的运动方法。那怎么运动算科学呢？首先，嗯，你去健身房，哦，找一个健身教练。哦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专业一点的健身教练一般是一年3到5万块钱吧。太贵了。那嫌贵你找我呀。您多少钱？我一年10万。你比他还黑呢。我不光管你健身呢，您我还管你合理饮食啊。哦，10万管饭。哎，管饭。每天，嗯，一根黄瓜，一个青红柿子。那个姚老师，嗯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您说这两样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嗯，我得知道怎么服用啊。我不是让你吃药，我是让你吃饭。嗯，这个一根黄瓜，一个青红柿子，就是你一天的伙食。那您告诉我这两样哪个值10万？这个不值钱。什么值钱？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减下来的肉。这值10万，那我可舍不得减喽。我这肉这么值钱呢，我。哎呀，我觉得更科学一点的方法呀，嗯，就是有没有不花钱的？有啊，不花钱的啊，有啊。你像我一样啊？您怎么着？你看我这身材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像您这样行啊。当演员嘛，啊，锻炼，我锻炼，白天拍戏，嗯，晚上锻炼，晚上拍戏，白天锻炼。上午拍戏，下午锻炼；下午拍戏，上午锻炼。那您什么时候吃西红柿？我跟你说锻炼的事，你小子怎么老是想吃啊你？不是，您说的这个过程啊，有点太漫长了，我怕我坚持不下去。就是有没有也不用节食，还不用受累，然后立竿见影，咵就瘦了，有没有这种办法？不想受累，嗯，还不想绝食，对，有，啊，有有，哎，什么办法呀？兄弟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也就是咱俩这种关系，嗯嗯，搁着别人我绝对不说，对。但是有一点 啊，我跟你说完了，你不能告诉第二个人。你放心，我不外传啊啊，行，不外传啊，对，可以。我有一套秘诀。什么秘诀呀？叫转圈圈。转圈圈。哎，你只要是按照我这个秘诀，嗯，把这一套动作做完啊，你就瘦下来了。哦，这一套动作做完，马上就能瘦啊！马上，那行啊，想试试吗？试试试试。好啊，跟着我的口诀。哦，口诀怎么？哎，双手叉腰，叉腰，啊，左三圈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三圈，脖子扭扭，脖子，啊，屁股扭扭，还扭屁股。早睡早起，嗯，咱们做运动。不是您这里边是不是还有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啊？哎，跟爷爷学学唱唱，你就不会老。哦，您这是转圈圈。我这是范晓萱呢。那我不练了。